今天约了前女友闺蜜去玩密室，玩密室怎么穿的跟韩国女团似的。啊 ，Hello。Hello。昨天玩密室你不怕吗？不怕。但我怕呀。没事，我保护你。于是我们来到了镇魂沉浸式密室城西银泰店。先来等候室休息一下，看一下规则介绍。您好，您这边要不要看双鞋？前台小姐姐贴心的借了双鞋给我们，在这等着有人来接我。最后一位，把门关上。你别吓我。歇一歇还能看个演出，你不是不怕吗？怕也得走。各位先坐着吧。嗯，要胡说什么？玩了一个多小时，终于结束了。下次得多叫点人来玩。那等一下去吃东西去吧。八八六。